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一间公司叫做 Gaston Luga 这个包包精品品牌来合作了。那今天我们又来开箱一个新的包包。那这个新的包包就在我的旁边。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新的包包。那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跟这一间品牌叫做 Gaston Luga 来做分享开箱的影片啦。反正我们就好好的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包包到底长怎么样，然后它的功能之类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已经是我第二次跟这一间精品品牌。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一个精品品牌，它叫做 Gaston Luga。那 ，Hi, my name is Kaiwan. 这 ，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要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个精品品牌，叫做 Gaston Luga。那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跟他们合作。那第一支影片我会放在上。Jesus。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一个精品品牌，它叫做 Gaston Luga 合作了。那他们就是做一些包包啊、小小的精品配件之类的。反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新的包包，那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做分享，说这个包包长怎么样啊，它的功能啊，然后它的隔层之类的，然后一些小小细节跟我自己的心得啦。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我们这个神奇的包包。Hi, my name is Kaiwan.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跟这一间公司合作，他们叫做 Gaston Luga。那他们是一个精品，然后做包包啊，一些小小的配件的品牌。那今天 ，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要来继续。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一间品牌合作，这是叫做。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间品牌合作，这是 Gust. Hi, my name is Kaiwan. 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间。Hi, my name is Kai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间品牌合作，它叫做 Gaston Luga. 那他们做的就是很多的包包啊，精品包包，然后跟配件之类的。反正有兴趣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那今天我要来开箱，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包包。那这个新的，那这个包包的名字叫做 Resonar。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那我们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包包到底长怎么样，它的隔层啊，然后还有它的设计，跟我到底喜不喜欢。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那我就会来跟大家做分享说，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的话，你就查 Resonar， 你就可以查得到。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那如果你想要去买这个包包呢，那你就去查，你就会找到。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跟我一样的包包，它就叫做 Resonar。那这个包包的型号叫做 Resonar。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个包包的话，你就去查一下 Resonar 这个型号。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跟大家分享
开箱，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包包的材质啊，然后它的隔层设计啊，然后可以收纳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就好好来跟大家做分享这个包包。